发心解除众生的痛苦，不愿难他。就像那个打猎的人，谁在森林中不见药草？比如大地有个宝藏，什么宝物都在大地生长的，那是不知道，那不知道怎么呢？普遍的开挖，大家看到那个电视上啊，到处的挖，挖什么？挖宝，挖那个古来埋到地里头去的随葬品呐、古来人死了，把他心爱的把宝贝埋到地里头，得不到的呀，没有了，得不到的，好多珠宝引了。如果你有福报的，或者那四方面八面，古来说进贡啊，就给你送来了。没福报，你得不到。确实是这样的啊！要么在那个，我在北京住那个白银那儿，白银那儿的隔壁广南门里头，那有个鬼事儿。这鬼事儿呢，一到夜间12点，那很热闹的，卖东西的很多，不是人卖，鬼来卖，叫鬼事儿。有人在那儿能买到很多东西，价钱很便宜，买到很薄的宝贝。鬼事儿现在没有了啊，鬼事儿也没有了。这里确实是有，真实的，真实的。佛说这个拿着做比喻说，说大地到处都有宝藏。宝藏，真意的，价值连城的，充满大地，你得到吗？得不到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福报。如果有丈夫聪明明达，善能分别的福商，一看这个地呀、他天眼呢、慧眼呢，这个得有宝贝。但是得有福报享受得到，没福报享受不到的。随他的愿望，随他的自在而取，能取得到。举个浅显的例子啊，我小时候在我们东北啊，东北不挖人参吗？大家都知道人参吗？那么东北的人参的故事非常的多，很多。而现在呢，我们看这药铺卖的人参全是假的，没有一个真的。为什么叫人参？那个参呢，长出来就一小的，就像人的形状，那长到了跟人一样了。头部啊，两只胳膊呀、两条腿呀，跟人一样的，那叫人参，有点神呢、有点神，不是谁都能挖出来啊。挖人参的已经3年，已经5年，挖一次就发了，一辈子生活就解决了。为什么叫挖棒槌啊？拿一个木杆或者竹竿啊，上头要绑一个人针，拿人子拿银子打的啊，像针一样的绑在那杆头上。如果发现人参苗，不到1年2年遇到了，先拿这个竹竿把它钉到那儿，还得喊放水。棒槌就是把它就给钉在那儿了，他就人参走不了了。
完了从他方圆三公尺五公尺往跟前挖才挖到啊。我小孩儿又听了这故事，很多都是在山里头，不是到处都挖的，咱们现在的山假的，乃至人家家里种的，燕京长白山的山呢、故事很多了啊。真人参有什么好处呢？一般的挖出来没有成型的，人要将死了，亲人还没回来，给他挠点参水喝，起码能活七天。等他亲人赶回来，并不是长生不老，还是要死的，能延长时间。很贵啊，那时候讲大洋啊，一颗人参这么点点不大，好几千大洋，买好所房子。现在没有了，根本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人家人间地薄，货物抽条，全是假货。以前我小时候，我们那土地，东北的土地，黑油啊，像油一样的那土地，大概有一尺多深，挖起都是黑的。现在根本没有了，自然的变化。自然能产生的没有福报了，福报没有了，地也变了，水也变了，山也变了。远的不说，咱说近的，咱们五台山、清凉山呐、大山在坏的时候，五台山不坏啊，咱能理解到了吗？抗日战争火一烧，把这个森林都烧了。六十多七十年前，这个山上大森林，不论你从哪个方向来，没有三天你能到的五台山吗？能到的五个台吗？看看古来人超五台山怎么样，现在呢坐汽车一天超五台，变了，福报变了。智慧灯满山，现在很少有人看见智慧灯。佛说的五台山一万菩萨有清凉，天天咱们看见到吗？这寒也跟这一样的，那声闻在菩萨大众中不见菩萨。五台山很殊胜的，咱们在五台山没见着菩萨，山哪殊胜？哪些殊胜啊？见得到了吗？现在连一般的那智慧灯真的看不到了啊！所以不能分辨福常，有福的自然就会来了，没有福的求也求不到。学人福有大福的力，能随所欲自在而取，就是地下的福常啊，他有福德随便就取来了，拿来孝养父母，周许亲属，行菩萨道嘛，老病贫乏，每步均沾。那没有智慧的，没有福德的，他也到了保障之处，不知不见。古来朝大德，朝个五台山，起码几年才能走到山上，磕头上山，跪拜上山，念着经上山，到在山里头，他就能得开智慧，不开智慧嘛，也能消业障。那么一般呢，在宝藏当中呢，不见了，不知不见，不知不见得不到利益。
这些个声闻阿罗汉在佛跟前儿，天天在佛跟前儿，他不知不见，没有清净的智慧眼，没有清净智慧眼，不能入如来不思议甚深境界。要母带母带五带三，业障还没消失呢，见不到文殊师利菩萨。这个三人很多圣众，咱们见到了吗？当你业障消了，就见到了。哎，那些在佛身边的诸大菩萨有智慧眼、清净智眼，那能入如来不思议的甚深境界。能见到佛的神力，能入住佛的法门，这叫秘密啊！能见到秘密，能见到佛神力，能入住法门，能有三昧海，能供养住佛，能以正法开悟众生。这个正法开悟众生，不是二乘法。二乘法虽是正法，这对着外道说的正法，对于大菩萨他就不是正法了。这个佛正法是指佛的之见开悟众生，开众生的之见，让众生都入佛的之见，让众生悟得佛之见，开示无漏，以事实摄受众生，菩萨都要度众生，慈悲心舍，用事实法摄受众生。那这些个二乘人没有，诸大声闻不能得见如来的神力，也不能见诸菩萨众，不但见佛见不到，见着菩萨众他也不认识啊。别的菩萨不说了，文殊师利弥勒菩萨跟那大众声闻在一起，迦舍尊者他都不认识，因为跟他们一样的呢，把文殊菩萨看成了跟他们一样的呢。大家学密宗啊，学密宗，这就叫秘密，本来不是秘密而成秘密。念个咒，有人找我解释那个咒，我也给你解释出来就不秘密了，那什么叫密咒了？说求密宗说观点，那就不是密了。一有言说，一有行为，那就不叫秘密了，那还叫秘吗？懂得这个道理了，秘密就是含他的德，那个法那个德是秘密的，因为你没进入如来的尊胜，如来法的殊妙微妙，你没进入菩萨所入的三昧，阿罗汉没法进入。狮子拼身三昧每个咒语的三昧咒都是三昧，你没进入。譬如盲人至大宝洲，要行要住要坐要卧，不能得见一些宝。为什么不见呢？没有得啊，不见也不能采取啊，见了才能取啊。
现在交通发达了，取宝的宝山也没宝了，也在印度采宝的，在佛经上讲啊，采宝的到那个都是那个海洋当中的岛屿上的，有珠宝，有珠宝。现在把那岛屿都占领了，那珠宝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你没那个福报，一切事物都隐了，没那个德，没那个修行，见不到如来的神力啊，也看不见诸大菩萨的神力。终日在宝山不见宝山，咱们在文殊菩萨的道场当中不见文殊菩萨，你智慧没开，等你智慧开了，业障消了，你就见到了。见到了你怎么认识的？就是你自己本具的。你见到了圣贤明白，就是你自己本具的，这就是法华经上一理宝珠啊，有这个含义，含义是吧？二乘人终日在佛的身边，佛得教诲他，他并没接受，接受很肤浅的，不是接受真实的。一个瞎子到宝州市去找宝去，他看都看不见，他知道什么是宝啊？啊，要行要住要坐卧，什么宝也见不到，因为啥呢？没有智慧眼。不能见就不能采取，没采取了就不能受用。主大弟子随在临终，亲亲事事，这些阿罗汉在佛的身边亲近佛，如来的神力没见到，见着也是个比丘相，啊，一不得见菩萨大会，佛跟那些菩萨聚会的大会声闻是不见的，何以故？没有菩萨的无奈净眼，就是没有那个智慧啊，没有清净的法眼，也不能入法界，此地无法界。咱们从前头讲信，那个信是信大乘，信华严，发菩提心。完了，这个信满了，住在菩提心，初住菩萨，住菩提心，初住再发菩提心，再发菩提心，这修行实行实回向，登了地了，真正见法性了，再登了地的菩萨，再发菩提心。成佛，咱们这十一地的菩萨都在发菩提心，离众生啊。咱们从这个次第，就知道什么呢？知道了发了菩提心的人，为什么说初发心是成正觉？发了这个心了，一定能成就这个心。如果没发呢，永远没有，连发都没发，还真能成呢？二乘人就没有，从来没发过这个心，所以他得不到佛的智慧。有了清净眼了，就比如发了菩提心了。
清凉叫什么呢？离垢光明，祸消了，慧显了，智慧眼开了。有了智慧眼了，一切的什么障碍都没有了，就在夜间行上也能够像打电棒一样了。而这个发了菩提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能够在无量百千万亿人中之内，菩提心不实啊，他行菩提行了，一直发的心也行，不管他行住坐卧，所有现的威仪，他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明眼人。莫不去见，瞎子那不见，就咱们是没有智慧眼的瞎子，这个盲啊是二乘盲人，二乘盲人就是二乘人，没有佛的智慧，没有些字，智慧眼没开。佛也入世，佛是成就了智慧眼，清净的明智的清净无奈，明见一些世间，其实说视线的神通变化，都有大菩萨围绕佛。这些大菩萨经常在身边围绕，听华严，这些个声闻大弟子也在旁边围绕，不闻不见。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儿。咱们讲华严入法界，就是说普陀寺吧，不说一半嘛，也有四分之一不闻不见。咱要请那工人来说是听一座，听完去了，你问他。听得懂吗？他什么也不知道，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天地听给知道了吗？知道是语言，看的是文字，还是不知道。有啥呢？没有亲知正德，说这杯水是凉的是热的，你喝一喝才知道，如果你没喝的时候，你说的不是真实的，还是不知道。譬如比丘在大入代赞宗中入片处定，片处定啊，就是这个定的名字叫片处，片处呢有周片，片是周片，周片思维，周片思维，所得到的静景，定中境界啊，什么叫地片处定，或者水片处定，火片处定，风片处定。是四大宗，比丘在定宗入这个片处定，片地、片水、片火、片风，那么入这个定的时候，入的火定只能是火，不能是风。如到水定的时候，只能是水，水不能是火。菩萨要入这个定就不一样了，就片处定，水就是火，火就是水，这境界相啊。那比丘入定呢就不同，佛入定呢就不同，啊。因为如来放的大光明，佛
佛的三昧，一切大众佛都能遍照，比就是如此，不能得比，如比也不能得此，各个不同的。那这大众中的偏照，所谓地偏照定、水偏照定、火偏照定、风偏照定、清偏照定、颜色啊色相、黄偏照定、赤偏照定、白偏照定、天偏照定、种种众生偏照定、一切语言偏照定、一切所缘偏照定，如是定者，见其所缘。其余大众不能定，不能见。说呢，入什么定，入什么三昧，又见着什么境界？因为比丘入的这个定是有局限性的，如来所入的境界没有局限性的。如的火能遍知地处水，如这火如这水能知火，这什么呢？这叫遍处无奈的意思。声闻的定只限于缘意境，不能周遍。如果是比丘入的火定，能骗一些火，可不能骗水，也不能骗大地。佛要入这火定，能够骗大地、骗水、骗火，而周遍观察，这没有障碍，也没有间隙。这两个不同的了，拿这个比喻，骗出定来比喻啊。这个在佛是遍处难思，在比丘就有局限性，因为这些个都在空中，空中，比丘入的空定，里头是空定，比丘入的空定是空定啊，佛入的空定，真空觉相，理事无奈。比丘所用的入哪一种，只是哪一种，是吧？青红赤白、地水火风，这空遍处，空一入的空，空能遍，有啥呢？空观能遍，观青色就一直青，观白色就一直白。就是说白的不能骗出青的，青的不能骗出白的，青是青的，白的是白的。佛就不同，只是色，这是以色相能骗一些色，色是骗的。而佛能够骗出一些众生身，身骗出语言音声，一切声尘，就是所缘的境界，六尘境界相，他能都能骗你，色性相位触法都能够骗你，凡夫不行，阿罗汉就可以，一般的凡夫生就不能骗你，阿罗汉他入空定。他能观一些法空，对，那是佛呢，空中能出有，有中能成空。在印度有种药，药力啊，能把眼睛一开，眼睛就通了，假药力供，能看见地下，能看见宝物，如果一个害眼病的人，如果把他药里头给他擦在眼睛上，他眼睛病好了，能看到。